接下来请收看海涛法师救护众生讲座。合掌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，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，南无大愿地藏王菩萨，南无大愿地藏王菩萨。这个时候你要观想头上佛陀、观音菩萨、地藏菩萨在头上，然后呢，我们透过我们来祈请帮助所有地狱道、恶鬼道，包括自己的家人，包括所有人类，就所有众生，要这样观想念下来：我为父母众生，六道有情，发大悲心，发菩提心，安住空性，愿三宝加持，父母众生离苦得乐，同成佛道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好，请放掌，希望各位经常这么做，不管念佛诵经，那佛在头顶，为了众生，所以我们要专心，这个叫空性。空性是没有分别的贪嗔痴，所以要让佛的力量透过你的空性跟慈悲帮助众生，所以我们这样很重要。所以哪怕你这辈子都没有读过佛法，但是你有一个想法，我要帮助这个老人，那我要帮助，我又不是医生，医生也说我尽力，但是不知道他会不会活。那什么叫信仰呢？不管你是信仰耶稣、圣母玛利亚，或者你信仰佛陀都可以，就是希望透过你的这种相信、信心跟悲心，然后你这个时候在念佛，然后呢在持咒，在嗡嘛呢叭咪吽，这个叫修行。那整个修行就不离开这个，念一下：念佛、念法、念身啊。所以念阿弥陀佛，念十方诸佛的圆满，念法，这个法就是归法，不再用我执啊、分别啊，用的是一种佛告诉我们的悲智、空性与慈悲。那这样你就可以把佛菩萨的力量帮助那只流浪狗啊。那这个世界有很多你可以关心的事情，
但是这个关心的事情，你会说我是一个小小的人，我哪有力量啊？但是各位，这个就是佛的力量，三宝的力量，信仰的力量。所以摩西为了救很多人，他这样祈愿，请问海有没有分开啊？有哎，所以我想，不分什么宗教，一个最重要的是相信。那当然相信又有分圆满的相信。各位，你为什么要成为一个佛教徒？因为佛教徒还相信我们跟佛同样有佛性，也因为有佛性，我可以把佛的力量透过我用佛的心。各位，你儿子生病了，虽然你不是医生，但是你这个妈妈的心圆不圆满？就是说我要我儿子完全不生病，你有这个心就好。你有相信，你有妈妈的心，那这个佛的力量就会透过你来帮助这个小孩。这个时候医生都变药师佛了，护士都变观音菩萨了。所以那个时候对你来说啊，当然什么叫空性，你要这么想，如果我的儿子好起来，希望他能够信因果帮助众生，如果我的儿子他必须要死亡，他就可以马上脱离做人的痛苦去极乐世界。这个很重要，你不能一个所谓空性说他一定要好起来，他不好起来我要告医生我要自杀，那这个就不是空性。如果你有用这种想法，你就不能把佛的力量或者你念大悲咒的力量去帮助对方。所谓空性，它就是不分别的接受。就像很多人我说，师父你帮我看看我老公对我好不好，会不会外遇我说我看的结果他会离婚呢，他不哭死了，我看的结果可能他现在就已经有外遇了，怎么办不行，我要发疯了。这个不是空性。所谓空性，它是接受因果，对不对？今天你偷人家十万块，要不要还十万块？要啊，那冤亲债主来找你了，那你就要接受，那心甘情愿的还这个十万块，对方搞不好就放你一马，算了算了，对不对？但是你心不甘情不愿，然后对方就十万加十万，甚至还打你几拳，甚至把你给杀了。所以为了要把佛菩萨的力量能够真正帮助你，也能够透过帮助你而帮助众生，这里面有个重点，帮助不了你就帮助不了众生。就有人跟我说，师父我女儿生病，我念药师咒怎么念都没用。为什么？因为药师咒也帮助不了你，你的信心不够，业障很重，你只想帮助你现在的女儿，却不帮助你堕胎的女儿你前面有堕胎，但是你为什么不想帮助她？这个看不见的我不管，但是看得见的我才管，你有分别心就不行。所以有时候为什么我们修行一定要先相信因果，那相信因果各位叫忏悔业障。别人上班一天赚100磅，你上班一天只赚10磅，你会觉得老天不公平。但是对不起，这个有因缘果报的，人家前世又布施又孝顺父母，这辈子又努力又很细心，所以他一个钟头就可以赚100磅了。我们过去是有没有布施，可能也不孝顺父母，读书又不认真，上班又抱怨这样的过去的因现在的缘，所以你赚也赚不到钱，就算给你赚到10磅，出去以后又被抢了。那这一点很重要，佛的力量是圆满的，众生的苦100%的，但是为了要让自己或者众生能够离苦，重点在我们自己。所以佛讲了一句话，佛为众生成佛，他的功德100%，但是为什么佛的力量不能够展现呢？那是因为修行者本身的信心、本身的动机有问题。所以各位听我这样讲，佛重要还是我们重要？
我们比佛还重要。啊，今天外面的阳光晒不进来，有一个方法可以让它晒进来，你用一个镜子反射它就进来了。所以我想在这一点，阳光是随时都存在的，但是如何把这个阳光引导好，那就是我们修行者应该有的心态方法，那这个叫佛法。所以我们的责任很大。当然各位有人会说，哎呀师父，那英国学佛人那么少啊，但是各位阳光一个就够了啊，佛法无边，在直不在量。我做一个比喻啊，这是一个真实的。曾经有一个地方发生大水灾，在山上的那个水坝溃堤了，大水冲进来了，大家慌张跑啊，结果有一位老和尚就跑到水要淹下来的地方，手上写了一个字，我以发菩提心的力量，愿水退转，退掉，这个纸就丢在那个河水里面，整个大水就停掉了。相不相信？你要相信。这一点我自己，我很有福报，我相信，所以我会出家。我虽然我知道我出家很痛苦，所谓痛苦是我必须放掉我爱的家人，还是我努力经营的事业啊，对我来讲那个时候是蛮圆满的。但是我的妈妈生病得癌症，所以我就跪在地上按照地藏经这样发愿，地藏菩萨的妈妈下地狱都可以直接升天呢。我的妈妈不过是得癌症，虽然说医生说不好医，而且我看到我妈妈真的很痛苦，所以我跪在地上学地藏菩萨发愿修行来这出家。结果隔天上午我妈妈就没事了，然后呢第三天她就出院了，她不想住那边了，到别的医院去检查说发炎没事了。对我来讲啊，我非常的高兴震撼，佛力不可思议啊，并不是我们有修行，而是因为佛的力量，我按照这样去做。当然我妈妈她知道我为她发愿，因为她知道我这个儿子很孝顺。像我以前我很喜欢吃肉喝酒抽烟做坏事，那是因为我妈妈开始病的时候就有一个老人卖橘子的老人，各位这个佛法不可思议，卖橘子的老人他给我说一句话，因为他看我那一天不太孝，他说我买这个干嘛，我买给我妈妈，我妈妈生病了啊，还跟我说一句话，你为你妈妈发愿吃素啊，你妈妈一定会好一点。我就是那个时候开始吃素了，不然我之前啊戒烟戒酒戒色我都戒不掉，很难戒。我甚至抽一根烟，我太太罚我10000，我都把支票开好了。我可以抽烟，钱我给你没关系。我太太实在没办法了，她用一种最强烈的方法，你抽一根烟我就抽一根烟啊，完蛋了完蛋了，这下不行了，这小孩那么小，我抽烟他也抽烟，逼我不抽烟我还是戒不掉。在他面前我会骗他，在后面我就没有骗他了。但是后来我真的戒不掉，但是我发觉的事情，我为我的妈妈发愿吃素那一刻开始，诶，我的烟瘾不见了，一点点都不想抽烟，这个是对我一个很好的开悟。我想各位你要讲，哇，一个孝顺的力量啊，一个发一个善愿的力量啊。有一个比喻啊，这个房间已经黑暗了30000年，请问如何把30000年消除掉？点一盏灯就好了，一盏灯只要1秒钟，但是30000年的黑暗不见了。如果你了解佛菩萨的力量，法力不可思议，那你一定会，刚刚各位手上拿一杯水，里面有7颗米，但是你这样念个嗡阿吽，或是悲心念嗡嘛呢呗咪吽，希望他们吃得到脱离轮回，这一杯米充满的不是地球哦。佛经这样说了，来，一言菩提世界，
这个盐浮体，我们这个地球是南盐浮体里面一个小小的石头一样，所以你有这个信心悲心，有一杯水跟米哄啊哄，就像刚才跟我还念那么多，希望他们喝到水，希望他们离苦，他们就一定喝到水，吃到食物，离开痛苦。所以各位听我这么说，因果只有你一个人学佛，你什么都不会，也没人教你，但是你有这个信心，你都不会念咒，你也不会念佛，但是你也知道有佛的力量，我来祈请他，我来祈请他，为了让佛的力量能够利益众生，我保持一个干净的心，一种真正的悲心，不生气的爱。如果你心中还恨的某人了，今天这一杯水里面就有一点苦苦的。就像昨天他们请我们吃西瓜，一吃怎么都葱蒜味，一只刀子如果切过葱蒜，那个刀子切了10000次的西瓜，西瓜永远有葱蒜味，很难闻。我就跟我们师兄说，师兄师父对不起，就是这个意思，刀子是铁的，不锈钢的，这个葱蒜味竟然可以入到里面。后来我就把厨师请出来，我说你告诉我这是为什么。师兄就跟我说，师父我跟你讲，刀子切过肉就有刀，就有刀魂在里面，他一定要继续切。这个刀子，同样的刀子切过葱蒜，葱蒜鬼就在刀子里面。那这个葱蒜跟水果是冲突了，所以他就会就是葱蒜味会把水果的新鲜味消除掉。各位，这很重要哦。如果你这个人很喜欢吃肉啊，吃不了素，有个方法，经常用新鲜的水果去供佛，那个味道就把你的肉的味道消除掉。啊，你的先生很喜欢吃肉，改不了，那你就用新鲜的水果为他供佛，那这个水果味就可以消除这个肉的执着，还可以消除传染病。这个世间有传染病啊，有什么，你就用这种方法。所以为什么我们在佛前要供新鲜的花、新鲜的水果、点亮的灯来供养？但是这个世间最大的供养，超过这些所有的供养是什么？来，慈悲心的供养。对对对，当你内心里面以佛的心，佛的心就是慈悲心，佛是为众生而成佛。那我们虽然我们不是佛，哎呀，那边老人院很多老人很痛苦，现在年轻人很痛苦啊，现在每天被杀了很多动物很痛苦啊，我来为他们念阿弥陀佛，念地藏菩萨，希望他们离开痛苦。请问这个光会不会照到他们？所以佛的力量必须透过你的信心来帮助众生。所以为什么我们一个大乘佛弟子活在这个世界很重要，不分在家出家。只是我比较幸运，我体悟到这个道理，从我妈妈身上的改变啊，所以从我爸爸的往生我感应到，这一次我妈妈往生我又感应到那种力量。所以我妈妈一辈子不相信佛法，她对我的出家很无奈啊，不得不接受，她是我唯一对她的方法，就一直塞钱给她就 OK 了啊。不是我妈妈爱钱，是因为我妈妈觉得你不要穷就好啊，因为她舍不得我们，她认为你出家就是一种，古时候的出家人是，以前的出家人都是孤儿啊，没人要啊。我们在小时候看到出家人，这个女人一定被抛弃啊，好可怜，不然她跑来出家干嘛，天天跟死人在一起，穿黑色的衣服。那传统的思想对出家人观念不好，所以她认为你去出家是你一定受到什么刺激啊、痛苦啊、啊跑路啊，所以你跑去出家了。当然痛苦可以让一个人开悟是真的，这个女孩子结婚了被先生打，然后呢怎么，他觉得哎呀婚姻没希望，这个世间不快乐，所以他来出家，这个动机还可以。但是因为他出家以后要改变，不能光同情自己，你讲同情所有女人，
同情所有爱情者。哎呀，你只要有爱，你真的是很可怜哦。啊，因为你永远被这个情啊，为情所苦。所以佛陀讲四个字，你讲有情皆苦，有感情的必定痛苦。这个情不是光感情，眼睛有给眼睛的爱叫情视，眼视，耳视，耳朵喜欢听什么？你只要有这个爱，你就是苦。为什么？这个爱就会让你造业，造业就让你轮回。所以我了解佛教的道理啊，老实说，我儿子在睡觉的时候，我跪着跟他磕头啊，因为我为了情爱把他生下来了，他很苦，所以对他来讲，生命是一种折磨。有时候人都很多人跑来找师父，你要呼吁用你的影响力，因为我养了三四千头救那些狗，他说这样救不完，你要呼吁政府结扎所有流浪狗。我说好，然后我说你也帮我呼吁，呼吁什么？人类都结扎，都不要谈爱情。那不是你可以生一个流浪儿子，你为什么要叫人家不要生流浪狗呢？啊，所以当然我是跟他开玩笑，因为有这个情爱欲望造成轮回，狗可怜，请问人可不可怜？所以现在很多人宁可不生小孩。那现在还有一种最残忍，自己要自杀没关系，小孩子杀掉，一起杀掉。所以我在监狱有帮忙一个，他先杀他两个小孩子，割脖子，然后最后自己自杀，但是自己自杀居然没事，这样啊，没人帮他，结果他被关在监狱。当然我就跟他聊天，我想各位有一个好习惯，就是说多去接触痛苦的众生，人对你有帮助啊，你不会骄傲，你也会知道佛法是用在哪里。因为对这个人我要跟他讲什么，不能跟他讲什么太高深的什么加行啊空性啊什么有的没有的啊，我能够对他帮助他什么，而且也充实了自己生命的苦。因为一个人想要修行，所有众生的苦你要有感受一体，你不能说他是他的苦不是我的苦。如果你有这个想法，你没有慈悲啊，慈悲是把他的苦用在你心上，感受到他的苦。我想做爸爸妈妈最容易有这个感悟了，儿子生病他心里好苦很烦啊，所以当然我就去接触他。因为我去监狱以前常去，现在没时间了。很多里面都跟我说某人想要自杀，他们里面的监狱都会，他想自杀的一定要请我们，看他是拜佛的还是牧师还是他要找神父，随便，就是一定要用宗教唯一的方法。因为如果他自杀，这些典狱长啊这些工作人员都要扣分的啊，都要扣分的。当然我就去问他这个事情，当然一问我以后我比他还难过，因为我要开始观想。他给我说他真的很爱他两个小孩子，他不忍心让他在这个社会上受苦，他已经够苦了啊，所以也不是说给他有钱他就不会苦，但是他希望小孩子赶快脱离痛苦，他认为死了可以脱离痛苦是一个机会，所以他因为爱他而杀他。我想各位，他要死之前他要杀儿子，他说儿子忍一下忍一下，这样等一下就好，就像各位医生要帮你针灸，忍一下啊忍一下啊，那也很痛的。但是他因为爱杀死他的小孩，所以但是他却杀死不了自己，所以他现在还在找机会自杀啊，他希望能够跟他儿子汇合在一起。当然我就要劝他了啊，这个时候你只能用佛法的方法，人死了不见得一定升天堂。如果这个小孩子，我不能讲得太难听，因为我不想要让他太痛苦啊，我只能说你现在如果爱你的小孩子，我也是因为爱我的小孩子而出家的，
我是在我小孩子六岁半的时候出家，因为生下他我才知道生命很痛苦，我作为他的父亲，我要负起生命的责任，我要做一个模范给他看。当然我没有期待他出家后在家，我只能说到现在也还好，我出家六岁半，我儿子现在32岁了，他很少找我，但是我知道他有痛苦一定会找我。这一次他的痛苦是什么？他怀孕了，他太太怀孕了，这样后来生下来了。他那个时候他觉得不安心，他求我加持他的儿子或女儿，这样啊，因为他有苦了，他很担心了，就是这样而已。那我觉得，当然对我一个父亲而言，我会给他佛法，这是我唯一的用处啊。当然我认为小孩子的钱，有钱没钱，这是他个人的因缘，并不是说我赚的钱或是他祖母留给他很多钱就代表他有福报，这是他个人的因缘。有一个记，有一个永远记住啊，就算你留1000万镑给你儿子，你都不能说我给你的。如果你有这个想法叫不信因果，他有他的因缘果报，该他的该你的跑不掉，自作自受。今天我们的题目叫因果与慈悲，首先你一定要相信这个因果。那因为相信所谓因果，就是原因跟结果，每个人都希望得到快乐，这个果，那你一定要相信种快乐的因才有快乐的果，不是父母给你的，不是佛给你的，不是神给你的，是你自己自作自受，这个一定要相信。那如果你相信了因果、因缘、果报、原因、结果，那你千万不要种坏因。就像各位在英国，如果你问我说，师父，我这个英国护照请好久了还没拿下来，你在英国一定要逃漏税，可能你在英国这边土地没做什么好事，那怎么办？你好好的对英国奉献，不敢做什么啊，你尽量的。就像我们各位，我们这一团出来走到哪里，我都带大家去洒甘露水啊，去扶木区啊，去撒米啊，对不对？虽然我们没办法在当地做了什么大的好事，那一天在杜伦市，我们跟他们的市长啊，什么议长啊，在地上画了一个和平的图，祈祷，对不对？活的人健康，往生的动物超度。当我讲到动物都超度，我那个市长眼睛都亮起来，想必也是爱动物型的啊。他认为说有人还可以爱动物，我们也祈祷他们的祖先都能够快乐。因为这个心念，我们你只要有信心，整个杜伦市就进化改变了。因为我们有信心，不是我们有力量。再念一下，来，佛力不可思议，法力无边啊，这是真正的100%的。所以各位在这一点，阳光的力量不可思议，我们只要做一个反射镜就好了啊。所以一定要让自己保持在一个好的心态，因为你没有好的心态，就不能把佛的力量布施出去。所以念一下，一心念佛。整个佛教的教育啊，不离开这4个字吧，啊，一心念佛。这个一，一就是空性，没有分别。一，你有分别，我为我儿子念佛就用力一点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我为那个不认识的就念两句就好了，这样，这个叫修行啊。我每天都在挣扎这个，因为找我的人有一些功德主啊，甚至我过去的好朋友啊，他在生病。也有那个完全不认识我的人，现在有什么微信啊，什么啊，什么微博啊 ，Line 啊，甚至他会透过我认识的朋友的朋友来找到我。